这什么事儿，那么搞定啊？啊，哭的这么不明显吗？不对呀，今天情人节，我赶上看到那个米粒姐去约会的。情况是这样的。嗯。打开。胖胖，今天情人节送你一个包，做我一天男朋友。这多少钱？18,300。行啊，包起来。这不挺好吗？那给我买个女包啊！啊，那您难道整个一退？我是退了，我是这么想的。反正女包我也用不到，我要退了先换换。可是，美女，这包能不能退？可以退，先生。没包退呀？好的。你退。已经退了，先生。 真的，原路退回了。打！别继续哭，我先走了。苦了，挺厚，得亏是你，叫我买个女包。你看，一文你也没花，还冰冰体验一把。吓死姑娘了！知道了。我们都尝尽了生活的苦，为了出人头地不怕艰苦。